我连个助攻都没有。我 Q 他了呀。我将用咆哮令世界安静。全军出击。必将如此。白学了。白学个 Q 啊。蜘蛛总不能二级刷呀。撼动大地。算了，为了防止蜘蛛二级就来，我决定去查个眼。假装愤怒吧，温血人，我将品尝你肚子里的恐惧。连电。曾经历史比这真快呀。牙和利爪书写的。好，他学的 W。一切都将崩塌。一刀不漏啊。玩个蜘蛛也二级抓人吗？你们是想干什么呀？要把他们全部推倒。请做出选择。焦点炎能杀呀？咋杀呀？他疾跑加闪现，我咋杀呀？披挂着雷霆，再次崛起。穷人替人类开口，蛮荒才会给出回答。我这波越塔也没问题，我也没死呢，关键是那蜘蛛来了，这有啥办法呀？还说那E空了还Q，那E跟Q同时放的，那没办法刹车了，那咋整啊？你说？该你追我了，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回家了。
胡 Sir 叫什么胡 Sir？ 蓝 Sir， 蓝警官，蓝警的，出个皮牌。血流啊，这才是沃尔利加德应有的样子。怎么焦月死了呢？哎我操，雷霆嘎巴切，还有意外收获。大地如血才是他应有的样子。他们已经失去了野心，我来带领他们。Shut down。我的徒弟由神赐名。懦夫不配王子称呼。对付这种塔下蹲的人，就得选这种狗熊，你知道吧？选狗熊才能杀得了他，选别的英雄都不好杀。想解开弗雷尔卓德的束缚。火箭都不行呀？谁送的火箭呢？我看看。谢谢 Faceton M Pro 的大火箭啊！谢谢谢谢。旧伤愈合以后。没显示啊，这你们这礼物一没卸吧，就是咋的，就是我不卸了。那有没有一种情况，就是这玩意儿不显示我没看见的呢？对不对？ 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温切人力量就会站起来，却忘记了如何。蜘蛛是不是要来了？蜘蛛来了咋的呀？蜘蛛来了咋的？蜘蛛这么猛？好一手连击啊！谢谢老板的大火箭啊，感谢。咱没有大，拉倒吧。人是不会死的，即使是人类，心中也有蛮荒的豪勇，所以理应比弱肉强食。你来干啥来了？不要清我的兵啊！我这都习惯了，打中单也连击，打上路也连击，这都很正常。不是中单跟上单连击，就是中单跟打野连击，要么就是上单跟打野连击，还有可能是上中野都连击。这已经习惯了。新鲜的肉食，我过来杀他！你是个啥呀，雷霆嘎巴？你咋的呀？我没有人呗？一天呀！就你有打野，
是我的塔人，这波还可以啊。许多人都想终结我，可恶，是什么？打得凶就应该抓。根本不是。你说打得凶就应该抓，那还有句话叫帮优不帮劣呢，咋的呢？我不优吗？你咋的？你要拆我的塔呀？拆我的塔，拆塔不要命。要塔不要命。属于弗雷尔卓德的前身沃尔利加德。一切都将崩塌。飞的。嘎巴，打不过，扛塔了。小宋了，扛了一下塔，要不然能咬回来，没咬回来。看了几秒钟，是谁的心在召唤风暴？凡人的遭遇，可以，我也来掺一脚，掺一波中塔。干嘛呢？勾他，勾他，咋的呀他呀？你咋的？别惹我！打个红。被破坏的才是解脱。开Q之后先W再开好一点，啥意思？没太明白。你在教我做事啊？泥土渴望的心血啊！你在教我做事啊 ？Rampage！ 这有什么意义？是血，
咋的咋的？赔我赔我！雷霆嘎巴！哎呀！这人这个多呀，给我杀兄弟！皎月是真猥琐，这波你不把泰坦给杀了，这得上啊！WCD 能多打一个 W， 那你知不知道 W 的距离比 Q 距离远呢？你开 Q 上去把人掏了，掏完以后 Q 不到人 ，Q 基地了。他们已经不再召唤我了。下路你们去吧，我已经准备在中路杀出一片天了。这本来我想上的，但我发现我没有放，还是算了。我来揽去，我有，我真有，动不了，不让动。每个人都有选择，原地跳高，我挡泰坦大。这杀人我得杀洛克萨斯之手能行。神是不会死的，没到我发力点。一会儿你会看到一只狗熊在他们家高地上面一直追着你，前提咱得有队友。队友将踩着我的尾巴上高地。怎么的那个？小法师这么狂吗？你狂是吧？你喜欢狂？咋的？切！敢狂！人类的声音，我的声音，敢狂狂！我看谁敢狂！切！我看谁敢狂！切！不让我动！啊！好勾！这虚区不给他们给足了吗？
给大家解。